王百万级别狮驼岭成型，擂台对战单挑大魔王扫地僧。这是扫地僧啊，你要说你早是扫地僧，谁能跟你玩得过呀？啊，开局直接请他吃一记连环击，然后接下来是个杀人力劈，棒，1800，3000多，一半下去了，马上出16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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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他引弓啊，引弓给自己加了个血，他太害怕了。我这个人做人一向干脆，送上门来就吃。出一个孩子，他加血加上来了，然后再来一个破血狂攻，孩子给自己加一个怒嚎，伤害结果加10%，相当于每回合他妈进击发。哎，就知道加大金，你是缺多少血呀、啊，哥哥啊？秘制不出白八就没事。好，出狂怒了，兄弟了解一下狂怒状态的。对了，兄弟们最近有想出号的可以滴滴，出不出的也没关系，这里有免费的估价和万人群宣传。了解一下狂怒状态下的困兽之斗，150%再加30%，180%啊，相当于破血，给自己的宝宝备一个紫心，慢慢回回血，当血宠用，先杀他引弓。他人加血加满，下回合请他吃连环击，一刀直接20000，下回合你没有机会换宝宝。我操，他这回合换了，本来这回合干他宝宝，下回合一个连环击结束了，我是没想到他这回合换的宝宝啊！来感受一下我的连环击，刚更新的阿僧，看看有没有东西。本来是这记连环击他一定死，因为7下4000、8000，他卡几个大金都没啥用，我是没想到他这上回合直接换宝宝，太他妈怂了。1000血，飞沙走石，然后等秘制是吧？啊，先变身，宝宝给自己卡大金。这回合不吃秘制，我下回合狂兽之怒打他。哇操，无穷大了！他那回合换宝宝太有东西了啊！这回合咱们孩子有速度，这回合咱们赌他牛劲啊，赌他单秒。我操，师伯才打1800血，啥情况？可以。问题不大啊，咱们有速度，咱们还能象形他呢，还有7回合变身。我操！我象形他有都是招，弄死他，知道不？知不知道猫捉老鼠不是为了吃，就是为了玩啊！孩子拉起来清，只要清完宝宝他就死了，因为我清完宝宝紧接着是个连环击，他要是怂一点的话，这回合直接换宝宝。你有本事别防，直接换宝宝，防家换宝宝，对面看他怂不怂，换宝宝了，他怂了。操，蛇地听啊！你知道16段双吸收是一种什么几率吗？各种几率加32%，兄弟你没了啊！别看了，你没了，我狂吸，看着兄弟们，吸收宝石32%的几率，吸吸略对吸，哎别打了啊，吸吸吸。泰山吸吸吸，16段双吸一下没吸。哦，还行，别出歪八，哎，还行啊。我一个飞机，他没血又没蓝，这回合他无解了，兄弟，这回合他直接无解啊。扫地僧回家扫地吧。操，卡我速了，等一下，地挺快，你敢不敢用洛言？你敢不敢用泰山压顶？地狱烈火，傻小子！你换一个大法干我！傻小子，换个大法！傻小子，换个大法！换一个大法！你妈！就用是。
你换个大法，给个面子啊，给个面子，换个大法，我赢了，让我吸收一下，吸，哎，我操，赢了啊，他腰了，我操，他腰了，你搁这腰你妈。别着急，还能打啊！我还有个巨岩破，砸死163就行啊！出金甲了。泰山吸，泰山你还不吸？我先变身啊！变完身，下回合孩子不飞的话不行啊！吸！不是32%的几率咋跟没有似的呢？是不是土状态加32%，火状态加32%？他地听打了那么多下，一下没吸啊！我要你16段有啥用？乐哥看了一下，总结了一下，真的菜。吸收这个东西吧，真的是不好说啊。欢迎乐哥啊！